这个世界对我而言，总是有太多诱惑。有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也不知道会怎么选择。更多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害怕迷茫的未来，害怕心底的顾虑，害怕生活的挑战无休无止，更害怕自己会在片刻的宁静中放松警惕，以及忘了有多少次我被挫折压倒，被情绪控制。当全世界都与我为敌，我还要不要坚持下去？所以，该放弃了吗？是他改变了我。当我穿上护甲，戴上头盔，跨上爱车的那一刻，我就不再是我了。我要抛开陈旧腐败的我，放肆地去迎接所有刺向我的利剑。这时候我就变得更加清醒，因为我知道只要够快，就没有谁能够伤害到我。时间会带走生活留给你的珍宝，我知道谁都无法超越光速，但是我会全力追逐，就从现在，从这一秒。 Yeah.